这里要我们去求渐进线，老师讲过渐进线怎么算？不管它直接令常数加式是几，零。所以说直接假设四分之 h 平方减掉九分之 y 加 1的 平方，我直接假设常数加式是几，零，是不是叫？所以麻烦把区分，我把大家同乘几，36。 乘上36一定要剩几9 h 平方，乘上36一定要剩几4倍 y 加1的平方，零乘36是几，零，是不是出来了？写到这边之后注意听，麻烦你微积分解，看看 a 平方减几 b 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注意听，这边可以写成 3ax 的平方，减掉，这边怎么写？2倍的 y 加1的几次？ 两次，所以说可以看成 a 平方减掉 b 平方，它可以分解成 a 加 b， 这样行不行？乘上 a 去减掉谁 b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分解成 a 加 b a 减 b， 所以说把它拆开是几？30加2 y 加 2， 这边呢？ 30减2 y 减2行不行？等于几？零。所以说有两条渐进线，一条是 3s 加2 y 加2等于零，还有一条是30减2 y 减2等于几？零。把它看一下 ，OK。